who's coming here? It's the daughter of the boss of the Chum Wai Gym. Hold it, baby. What do you want with me? Oh, me? you bet. My candy. Jabber, get her. She's got my candy. Get her. Give it to her. Give it her, lad. That's my candy. You wretched little girl. You bitch. My God, she's after me. What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You bitch! Hold it! Brother! They insulted me! You bastard! Don't mind me. You know who did this to him? He's a student at the Chung Wai Gym, Tae Chun. My son, how do you feel now? Better? It still hurts me. You men, carry him inside quickly. Come on. Chung Chung Wai, you've done it this time. Who do they think they are? They can't get away with it. Master, I am going to put a stop to them. Forget it. You already badly hurt the young man. Haven't you had enough yet? Master, that's all right. Just so long as they don't do it again. Dad! All right, don't cry now. It's all over now. You're quite safe here. Tae-chan, do you know who'll be at the match tomorrow? Stepping into the ring for a bout? He's being insulting. He's criticizing Kung Fu and making fun of the Chinese. That's right, Chairman. Up until now, you haven't said a word, but you are the chairman of our Kung Fu Association. Mr. Cheng, maybe you already know what the...
You. Come here. No. Tell him to put down the weapons. Drop them. Quick. Get back. Hey, you. Hey. Now, where's my sister? Talk up. The cellar. Oh, no. Let the girl go. Come on. Yeah. Let her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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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ster, come on.以后就没有人救你了，我们放了他吧。
给我办。是的，婆婆。嗯。这位姑娘，为何深夜在此啼哭？我爹进京去了，后娘赶我出来，三更半夜的，我不知如何是好。是啊，三更半夜，一个妇道人家，诸多不便，不如暂且到舍下的书房歇歇，如何？人害不害怕？怕。姑娘，你我萍水相逢，在此相遇，总算有缘。但不知姑娘头上三尺有神明，你这样欺负一个妇道人家，会遭横死的。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姑娘，来嘛，来嘛。公子，公子，不要这样子嘛。来，姑娘，来嘛，没关系，来嘛。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子的话，小女子也只好顺从了。可是，但求公子将来不要忘了小女子。姑娘，我怎么忘得了？我怎么忘得了啊？来嘛，来嘛。
谨慎。怎样？娘到你外婆家去，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这些日子中，你要小心照顾门户啊。是。还有，明年是大比之年，你要勤加用功，不要辜负娘的一番苦心啊。娘，您放心，孩儿谨记娘的教训。李彤，在。好好伺候公子，我回来时，有任何不当事情发生，唯你是问。是的，小的知道。李夫，在。我们走吧。是。孩儿恭送母亲。深更半夜有何见教？公子，我投亲不遇，附近又没有客栈，我见大门没有关，故而打扰贵妇。哎，李彤真舒服，既然如此，请到客厅里坐。家母因为出门有事，您不妨就在家母房暂住一夜，明早再赶路。多谢公子。请。小姐。公子，你嫌我吗？谨慎，凡事要光明磊落，不可自欺欺人。公子，公子。小姐。望小姐自重，以避瓜田李下之嫌，学生恐沾污小姐名节。公子，公子一表人才，母家愿委身相托。公子。小姐，学生失礼了，您请走吧。他真是个正人君子，我怎能忍心加害于他？带我去求婆婆，放了他吧。
怎么办好了？婆婆，这位公子不为美色所动，将兰青赶出门外。哦，我真不信世上还真有这种坐怀不乱之人。婆婆，兰青遇见无数男子，大多是好色之徒，死有余辜，唯独这位公子正直不阿。怎么，你动了感情？婆婆，兰青不敢。小贱，你敢违抗我的命令，不给你点苦头吃，你不知道老娘的厉害。婆婆，兰青不敢，求婆婆饶了这一次，求婆婆饶了这一次。小贱，老娘非靠你不可，看老娘收拾你！婆婆，婆婆留情，念在兰青伺候婆婆多年的份上，饶了兰青，兰青再也不敢了。留你何用？你以为老娘非靠你不可？我自己来。奇怪，三更半夜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会跑到这儿来？这就怪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公子，你病了，昏倒在地上，是我一直在照顾你。如今你醒了，我要走了。哎，姑娘，姑娘，承蒙相救，也算有缘。我们何不趁此良机，结此家缘？鬼婆婆毒性未散，公子淫心甚重。承蒙公子见爱，如公子喜欢奴家，请派人前往昆仑山胡家村提亲。如此苟合，恕奴家难以从命。昆仑山胡家村，景深呐、啊，恭喜你啊！今儿个是你洞房花烛夜，娘有几句话要交代你。娘，孩儿谨听娘的教训。夫妻要相敬如宾，要勤俭刻苦，一个家才有幸福。是。那娘就回房去了。哦，孩儿送母去。不必了。恭喜公子少夫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恭喜公子小姐，心心相印，永结同心。天生的一对儿啊。娘子，你我从今天起就是夫妻了，学生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娘子多加教诲。官人，为妻若有不懂之处或疏待的地方，还望官人见谅。娘子，以后我们夫妻一定要互相体谅。今儿个起，你要想吃什么用什么，尽管跟我说。还有谨慎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要多加提醒他。多谢婆婆关怀，媳妇儿记住婆婆的教训。谨慎，你有此贤德的媳妇儿，
以后更要勤加读书，有了功名，才不辜负为娘跟你媳妇儿的心愿。是，孩儿知道。老夫人，我扶你进去。老夫人，公子，这是小姐为你们准备的人参汤。景深呐，娘，你这个媳妇儿真是不错呀。是。是我始终觉得很纳闷。哦，什么事啊？我觉得你有许多地方让我觉得很奇妙。是吗？小莲子，你是哪一家的？啊，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你？官人，我们回去吧。小莲子，不要走啊，滑过来，让我来陪陪你啊。他们跌入水中，快淹死了！救命！是不是不舒服啊？哦，我去请大夫，给你号个脉。官人，不必了，我有喜了。什么？真的？这么说，我快要做父亲了。是你生的，我都喜欢。你呢？燕儿，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恭喜老夫人，我们小姐有喜了。哦，真的？官人，我喜欢男孩，因为男孩可以给你们李家传宗接代。娘，媳妇儿，你真的有了。好媳妇儿，以后千万要记住，什么事儿不要再做了。
要什么让燕儿去做。要不我把我房里的秋香拨到你这儿来听你使唤。嗯，多谢婆婆美意，媳妇儿自会当心的。嗯，奇怪，娘怎么会突然生起病来呢？而且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刚才大夫说很麻烦。婆婆的病若是真的好不了的话，北齐的自有道理。夫人，精气不顺，血液逆行，血道阻塞，恐怕准备准备吧。大夫，您觉得如何？胸口难过，我觉得一口气上不来，身子骨一点劲儿都没有。娘，您放心，大夫说这只是受了风寒，休息几天就会好的。精神，娘恐怕不行了，这个家你要调当起来。媳妇儿贤惠，你们夫妻恩爱，唯一的遗憾就是看不见孙子了。娘，您会好的，不要想得太多，睡吧。回房去休息，婆婆让我来照顾。Thank you.
媳妇儿，你一夜都没睡啊？婆婆，您好点了吗？嗯，奇怪。要饭。哎，燕儿。啊，我要她去摘些水果，大概就快回来了。哎，鱼来了，来了，来了。信似我心，啊，娘子，你看这下面应该是如何的接下去？官人，我哪能接下去呢？你取笑了。错过时辰，老夫人可以增寿半甲子，可是小姐天条难容啊。因而当初老夫人救了我的命，如今该是我报恩的时候，我顾不了这许多了。小姐，你即将临盆，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这一切都是命，孩子有福有难就要看他的造化了。燕儿，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去呀。是。老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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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儿，发生什么事了？老夫人，您来，燕儿有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不行啊，老夫人，你快来嘛，快呀！好。
精！妖精！二位差爷，请二位待遇隐瞒，白狐感激不尽。大胆妖狐，敢破坏我等情势，你可知犯下了什么罪？白狐知道，但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望二位差爷网开一面。网开一面？哼，你随我去见阎王，我等做不了主啊。二位差爷，您就行行好吧。跟他啰嗦干嘛？带走，带走。公子，对了，老夫人，公子，我先进去收拾收拾。精神呐，娘太高兴了。娘，姐姐，恭喜你生了一位胖小子。受累了啊。媳妇儿，你辛苦了。谢天谢地，我们李家有后了。婆婆，官人。啊，
娘子，你没事吧？没事。官人，请把孩子抱给我。哦。你也该给孩子取个名字了吧？昨夜我梦见一条青龙入怀，今日得此佳儿，不妨叫梦龙。梦龙，梦龙，我苦命的孩子。媳妇儿，有什么事吗？告诉你们，我不是凡人，我乃是修炼千年的白虎。只因婆婆、官人救我一命，我感恩图报，以身相许。昨日婆婆阳寿已尽，黑白无常前来捉拿，我叫二龟大会惊动天地，如今玉帝派二郎神即刻就要捉拿媳妇儿走了。媳妇儿，这又何苦呢？老身已是残烛之年，为什么要为我冒这么大的险呢？娘子，娘子，你我夫妻相敬如宾，你叫我如何活下去？官人，你才华出众，他日必定前程似锦，但为妻只有一事相求，他日若是官人再去，望官人愿在你我夫妻一场，千万要善待梦龙，他是你我的亲骨肉。娘子，你放心，如果你有三长两短，净身再去，天诛地灭。妖魂，公差还不束手就擒，白狐之罪，望神君饶恕。神君，娘子虽为狐类，但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望求神君饶恕他一次。求神君原谅他，他是为了老身犯了天规，老身愿意替他受罚。放肆，尔等不必多言，拿下。是。常言说得好，凡事三分情，娘子最当受罚，可是他并非有意伤人害人，难道
天界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乃奉玉帝遗旨，天命难违。来啊，给我拿下！是。娘子，媳妇。不过我身为男儿，连妻子都保不住。娘子，娘子，娘子，你要多保重了。孩子，你真的忍心丢下年迈的老娘？刚落地的幼儿，你孩儿不小，来世再保娘您的养育之恩。真不知为娘前世做了什么孽了。孩儿拜别母亲。听说他老婆是个狐狸精，被二郎神给捉去了，结果他看破红尘，到此出家。哎，真是情深哦。不知道他们夫妻啊，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呢？是。要听先生的话，千万不要顽皮，知道吗？知道了，奶奶。李彤，老夫人。李彤，你送小公子去学堂。是，老夫人。小公子，请吧。奶奶再见。嗯。李福。老夫人。你随我来，我有事交代。是。成器是什么意思？是说不努力不用功就不能做大事。意思差不多。刘志文。是。狗不叫性乃迁是什么意思？狗不叫啊。
狗不叫，他的意思是说，狗他不叫了，就叫狗不叫了。狗不叫。什么？过来，今天罚你跪着。是。李梦龙，惜孟母则凌楚是什么意思？是说孟母为了儿子的环境而去选择住处。好，好。你们记住，要好好的读书，多跟李慕容学习。现在你们自习。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李慕容他是小狐狸，不信的话，等下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当然了，是我娘说的，他是狐狸精生的，狐狸精都有尾巴，我们去脱他的裤子，看看他的屁股有没有长尾巴。好，轻点啊。好耶。哎，李梦龙，什么事啊？奇怪，他没有长尾巴，都是你乱说的啦！啊，走走走，快快快，奶奶，奶奶，来了。小公子，小公子，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奶奶，奶奶，奶奶，梦龙，你怎么了？奶奶，他们说我是狐狸精生的，说狐狸有尾巴，他们脱我的裤子，看我的屁股。奶奶，我娘到底是不是狐狸精嘛？到底是不是狐狸精嘛？是的，梦龙，你娘虽是狐狸，但她是只好狐狸。她懂得感恩图报，她知道情义二字。梦龙，你不要觉得可耻，你应该感觉到骄傲，因为你有一位伟大的亲娘。奶奶，我娘她现在在哪里？她犯了天规，被禁在昆仑山碧云洞内。昆仑山碧云洞。梦龙。
梦龙，我是你阿姨，你想不想你娘？想。阿姨，我娘是不是在洞内？是的。阿姨，我娘为什么不出来呢？梦龙，你娘被禁在碧云洞之内，她出不来。为什么？阿姨，梦龙，你爱不爱你娘？嗯，爱。你想不想救你娘？嗯，想。梦龙，记住阿姨的话，你想你娘，要救你娘，你必须用功读书，得中功名，圣上必会赐你尚方宝剑，那时候你就可以救你娘了。哦，多谢阿姨，梦龙一定会用功读书。阿姨，那你呢？梦龙，你看那边有人来了。新科状元，梦龙，这不是做梦吗？是真的。谢天谢地，我们李家祖宗保佑，媳妇儿有救了。奶奶，明天一早我们就上昆仑山。狐狸精生的儿子中状元了，明天就要到昆仑山救狐狸精了。那我们明天去看看啊。哎呀，看什么，人家儿子都中状元了，现在可不比以前可以随便喊是狐狸精生的，现在要叫状元老爷。再说啊，那个状元老爷跟班的多神气哦。哎呦，走吧走吧，走走走。梦龙中状元，真高兴，又可见到媳妇儿了。娘，孩儿来救您了。奇怪，阿姨说
有了尚方宝剑，就可以救娘。为什么没有用呢？娘，娘，孩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梦龙，是不是你搞错了？哎，或许这是天意，我们回去吧。不，奶奶，为人之子不能救娘。中什么状元？做什么官？奶奶，我要在这里陪着娘。梦龙，哼，阿姨骗我，说有了尚方宝剑就可以救娘，现在有了它又有何用？奶奶，娘，娘，孩儿来看您了。你是梦龙？娘，孩儿正是梦龙。我苦你的孩儿，娘对不起你，娘从小就没有照顾过你。娘，您在洞内过了20年凄凉的岁月，孩儿才来救您。娘恕孩儿不孝。梦龙，你长得跟你爹一模一样，如今你又有了成就，为娘的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娘，人人都说梦龙没有娘，梦龙不信，而今见了亲娘，娘，你可把梦龙给想死了。梦龙，你爹还有奶奶福伯都健在吗？娘，爹自从你被神君捉去以后，他就看破红尘出家了，奶奶跟福爷爷还在外面等着您呢。官人，你这是何苦呢？夫人这些年可为你担了不少心。婆婆，妖狐，大胆白狐，竟敢再犯禁条，拿命来。神君，并非白狐再犯禁条，是白狐之子孝心感天，天意如此，望神君见谅。妖狐还敢狡辩，拿下。是。神君如此不通情理，恕白狐放肆了。On! Bing!
苦呢？娘子，你为我们李家情志义尽，这一点又算什么？为父唯一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娘子，今生无缘，但愿来世再接福。玉帝有旨，白狐一事交由本后处理，你速返天庭。遵懿旨。白狐，你借期已满，随我驾返瑶池，你以为如何？天后，白狐万念俱灰，此心已碎，官人为我命丧神君之手，白狐无以为报，愿追随官人而去，望天后成全。罪孽，罪孽。白狐，你愿意放弃千年道行？愿意，只要能与官人同在，白狐在所不惜。好吧，本后成全你。白狐，神珠拿来。爹，公子，爹。